小雨，小雨，沈天，我有点难受。糟糕，这么烫，小雨发烧了，衣服还是湿的，怎么办？哇，气化了之后果然能力都提升了，可是怎么退烧啊？有了，用电脑查查看，物理降温法，用白酒擦身体。算了，为了小雨豁出去了。对了，还得准备一条毛巾。好渴啊。小雨，这不是喝的，这是酒。小雨你怎么样？骗我喝酒，你想怎么样？